欢迎收看潮资讯。话说啊，这个月要发布的新手机也忒多了吧，光是今天呢就有四款新机发布，真的是应了那句金九银十啊。好了，马上进入正儿八经的最新时间。昨天晚上，荣耀发布了一系列新品。首先是荣耀 20S， 外观设计类似荣耀20系列，采用一块 6.26 英寸魅眼屏，侧边指纹和电源键一体化，搭载麒麟810处理器，内置3750毫安时电池，支持20瓦快充，采用前置3200万自拍镜头，后置4800万超广角 AI 散射。6+128GB 起售版本是1899元。然后是荣耀 Play 3， 采用6.39英寸魅眼屏，搭载麒麟 710F 处理器，内置4000毫安时电池，后置4800万 AI 散射，支持全场景加速引擎，号称是吓人的技术 2.0。 4+64GB 起售版本是999元。此外还有荣耀手环5篮球版，采用6轴传感器，可测算篮球和跑步相关数据，续航时间长达2周，售价是129元。最后是荣耀 MatchBook Pro 锐龙版，搭载 AMD H 系列处理器，起售价是4399元。大伙对哪款更感兴趣呢？今天下午，华为畅享10 Plus 正式发布。作为华为首款真全面屏手机，该机配备一块 6.59 英寸超清全视屏，采用悬浮式镜头设计，拥有幻夜黑、赤茶橘、翡冷翠和天空之镜四种配色，后置4800万超广角 AI 散射，支持硬件直出，前置像素是1600万。其他方面，该机搭载了麒麟 710F 处理器，标配 UFS 2.1 双通道闪存， 128GB 大内存，内置4000毫安时电池， Type-C 接口，保留3.5毫米耳机孔，系统上支持全场景加速引擎、GPU Turbo 3.0 等技术。4+128GB 版本起售价是1499元。此外，华为还发布了儿童手表 3S 和 3X， 支持多重 AI 定位和 4G 全网通，可以自定义表盘，拥有一个500万像素摄像头，支持 AI 小度实物功能，售价分别是688元和1088元。现在的小朋友可真幸福啊！